Yang Yu Tong Yuan. Hello，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在辽宁鞍山奥体中心举办的中国银行杯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合双打的决赛，我是本次比赛的解说员陈思思。跟我一起解说的是我们的李冠文李老师，李老师好，思思好，你们听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裁判这边的这个吴老师，我们很多国际大赛上都是有看到过的，就是国家级的裁判。啊，对对对，你是说武志刚老师是吧？对对，本次这裁判呢是我们的国际级乒乓球裁判武志刚老师，他是山西太谷人。 而且他还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现在是山西飞宇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对，并且呢，他在青海省工商联执委、青海省乒乓球协会的副主席，也是山西省乒乓球协会的财委会副主任。最有名的是，他是2008年奥运会的火炬手。 对，可以看到我们世锦赛啊，就是人才济济，所有最一级的球员，我们也有最一级、最顶级的裁判。对，好，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真的是强强对话呀！是的，可以说这是国内。 最好的两队选手是相遇了，就在双打的这一块呢，王曼玉和林高远组合，还有王楚钦和小魔王孙颖莎。哎，这是个运气球啊，这是他的。林高远发球。 孙颖莎和王楚钦刚刚拿到了亚运会的双打混双冠军，现在正是热的。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局呢，林高远和王曼玉的失误比较多，现在的比分已经是5-1。王楚钦和孙颖莎领先。 稳住，好球，好球呀！是的，我们王楚钦这边啊，就是有很好的一个助攻，说明那些在王楚钦在被对方抑制到的时候，可能林高远会控制到他的攻击的时候，孙颖莎就可以顶起打起来。对，是。 现在的比分呢是6-2，差距呢好像是4分。王曼玉好厉害，是的，但现在王曼玉和孙颖莎的差距呢就不像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孙颖莎遇到的这个对方的女队员那么大了。 林高远这个球打得越巧越快，是吧？现在比分在缩小，这个差距呢已经是2分了。这个林高远他自己单打的特点就是速度快嘛，所以在这个双打里面也是可以有优势的，对。
比分再一次接近现在是五比六。而且我们的两边呢都是左手右手这样的一个组合，它不容易正，就在方位上比较容易把控。对，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侧身位，就刚好护住整个全盘，没有死角。看一下，漂亮，哇！这个摄影师代表主要是他们觉得是比较稳的，然后对王楚钦是负责来加分的，嗯，找到机会他就一把攻击上去直接得分，嗯嗯。这一路杀上来呢，林高远和王曼玉也是战胜了不少强手，所以说他们两个配合呢也是越来越成熟，对。很漂亮，发现直接得分。但是依然呢，还是有两分的差距。是的。但是王楚钦对这个林高远呢，控制的就特别好啊，林高远发挥不出来，对，嗯，总是让你，嗯，给他一个很难受的位置，对。林高远和王楚钦两个谁大呢？找一下，看样子应该是王楚钦小一点，嗯。我们梁楚钦是2000年的，他是2015年进的国家队。嗯，对。林高远是1995年的，他是2009年进的国家二队。哦，林高远还是要大1995年的和2000年的，嗯，五岁呢。但是林高远是在去年和樊振东一起是获得了亚锦赛的男双冠军。嗯。对，第一局呢就。11-7，是的，王楚钦和孙颖莎胜出，是的，率先拿下一局，嗯。好，下一局比赛开始。嗯，看看王曼玉和林高远在这一场会怎么样想办法扳回。我觉得孙颖莎他们这组吧比较厉害的，就是说。不只是王楚钦能进攻，你看这边就倾向于是林高远进攻，王曼玉来防守。你看，但是孙颖莎是他可以补一把，甚至他会把更稳，是都他们就稍微占了一点优势。而且他的球是比较凌厉的那种，在女孩子里面确实很不容易。对，所以一般说火枪比赛嘛，就是看着两个女队员之间谁的稳定，谁的速度更少。对，我这样说，在这个双打配合里面，会觉得
四五杀就是更占优势，因为他们的比分也占优势。是，在第二局3-0领先。这个情况还是一言不妙呀。对，王曼玉和林高远，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的话，这个比分还会拉开。嗯。好，这样是追回了一分。嗯。昨天的观众呢也是非常的热情，对，给王曼玉、林高远的加油。嗯。然后呢，王曼玉跟林高远应该更均衡一下，两个人不能光靠林高远一个人去抢攻，因为他自己的失误率有点高。对。你看，我这个就是一个比林高远的还足呢，对，都是林高远的失误的。对。所以他是不是可以忍一下，或者是缓一下稍微？对对。王雪清孙颖莎又再一次利用他们那个得分的优势，一秒领先了四分。来，我们现在也是很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赵负责赵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解说。赵老师你好。思思好。嗯。李老师好，陈立军我们大家好。一上来感觉王雪清和孙颖莎进入状态挺快。嗯嗯。林高远和王曼玉呢是亚运会的亚军，啊，本身实力上略微，四个人的单打是一个水平，问题是两个人的配合。对。现在跟上一局是一样的，两分呢是越来越差距大了。嗯，而且主要都是在林高远的那个失误上。嗯，他现在失误率有一点高。嗯。再看一下现在这些嘛，王曼玉能不能顶上？在之前比赛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林高远有这么多的失误，但是遇到孙颖莎和王杰轩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都暴露出来了。嗯，在单打的时候呢，他有本钱呢，嗯，他直接得分的能力很强，所以说失误是显示不出来的，但是在双打的时候。你退出的次数就少，对，你总觉得你本来就是优点放大了，把你的缺点弱项也放大了，而且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局是林高远接孙颖莎的球，说明孙颖莎的林高远这个球控制的就很好，对，就完全发挥不出来嘛。嗯，然后再加上如果林高远的进来下面，就其实也不用犯了点，林高远就觉得失误实在是太多了，对。你看，你看，那个速度快，王雪清没有反应，虽然球是在王雪清手上的，但是这么一个速度快，直接就顶到了。啊，就是全世界一个节奏，他自己一个节奏。哎，是的，嗯。你看，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失误把这个林高远给制住了。对。孙颖莎的外号是“国情小魔王”啊。嗯。敢打硬干。哎呀，好球！孙颖莎和王雪清的配合呢，可以说是地表粉霜第一名，是第一对了。对，为什么林高远在这个比赛当中他很容易受到抑制呢？就是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没有王雪清好。为什么在双打的比赛当中不像单打？单打的从不退台，嗯，就是要进台给你，就
对死磕。对。所以在王楚钦和孙颖莎又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所以就二比零领先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场比赛当中，王楚钦和林高远是在一个战区，说两个人都战胜各自的对手，他们两个是要碰的。对，我们对他们两个的碰撞，这个还是很感兴趣。对。第三局比赛已经开始，我现在是想看一下林高远这边应该可以有一个办法。我虽然说他们现在要过两局，但我还是比较看好他们这边的。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个好的办法的话，或许还可以把比赛呢再放到决胜局。似乎有好转。是的，现在是王曼玉和林高远先得两分。都是一等一的高手，都是当红的小生，国家队当红的小生。对，你看，你看那个林高远现在也能拉住呀，可能也适应一点了。林高远，王楚钦这个球呢，对落点非常好，但是林高远真是不好接这个。王楚钦就是这样的运动员，这个球又快，连续失误多少个，他都无所谓。在他头上打的，对，高质量打球啊，非常自信，非常自信，非常坚决。好的，王曼玉，我们现在得分主要靠两个女队。第三局开局已经是两场这样子的球压很高了，又没有输，我比分又厚了嘛，但是这个高级运动员啊，他比较稳定的性质就是，我虽然比分又厚，我依然敢进攻，依然有这个准备拿出来。这个动作让我想起来"飞刀再见飞刀"这个词。林高远啊。开始呢，已经是发威了。林高远进入进攻模式的时候，几乎上是没人可以阻挡他这个得分的势头。脑袋轻轻一晃，他那飘逸的长发，对，好酷呀。有点急。他打球就这个特点。如果这个球被他给拧上，你指定接不住。对。我输，我也输给我自己。他跟王楚钦有点类似，他俩，但是一个更靠后，一个站的站位啊更靠后一点，一个站更靠前一点，是吧？两个人都是左手。对。如果打起三球的话，王楚钦就很有优势。但是林高远的特点是可以用快速前三板解决战斗，而且呢，这一局应该是领先这边了，对，相差六分。为什么在团体赛当中，我把它形容成小李飞刀？小李飞刀跟别人打，哪有什么武功的对决？对，这个是我们刀出去就结束了。发球差了，三分。王曼玉接的不错，
我们小魔王发球还是质量很高的，但是王曼玉也接得很果断，是吧？让王这个王世清呢失误了，对，又一个差了。感觉到新生代的这不管是接发球也好，还是相持球也好，就是速度非常快。这两队混双选手就是目前中国国家队的，可以说是最厉害的两队。对对，混双选手也是的。我觉得世界级的赛事，冠亚军也是非常，所以说也是地表混双选手最强的一对。对。哎，这个10-3，这局的局点已经拿到了，拿着。大把的据点，是的。哎呦，嗯，可以试探一下，对，有这个任性的资本，嗯。王水晶和宋永昭都是反击追球了，嗯，再接到5-10。看看他拧的这个质量，质量还是高的。在11-5，林高远和王曼玉扳回一局。嗯，我相信他们两个能扳回这一局，就有很可能，也许是找到了克制王世清、二战永沙的这个套路。打的，嗯。我这么高级的运动员，他们一旦抓到对方配合上的一个失误啊，或者是对方打法上的一个短板的话，他们会盯住这一边，一直打到赢为止。对，而且这个也是冠亚军的决胜，所以双方都会比较重视，包括这个教练也会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指导吧，因为场外看的会更清晰一些。对。在两个男同志接发球的时候啊，就是王楚钦和这个林高远接发球的时候，因为他们这种接发球，他不像一般的球员，攻击性很强。嗯，宁可失误，我也是增加我这个攻击性，经常跑过来用我反手拧你，你短了我正手没办法发力，我就反手拧你。啊，他们是这种攻击型的一种模式。哎，对。所以你跟他打双打的时候，他只要是发挥正常了，你很难弄，你发球就占不了便宜。所以说这一路上来呀、啊，碰到别的对手的时候，他们就感觉说，我们没拉开弓呢，你这已经结束战斗了。对。你给我机会，我都不客气。啊，小李飞刀立即去发。嗯。而且这比分领先还是落后，对他没有影响。对，他只是想找这个机会。嗯。他先，他上手的质量不是一般的。也不是这个人敢上手，就这两分怎么扳回呢？对。林高远他就是这样子，他先打好了，他可能连得4-5分。对。一个人。就有这种能力终结这个比赛的能力，又一分，又一分，对，嗯，他争取分来也是连续丢三十分很正常，嗯，嗯。李高远和王曼玉还真是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啊！是，第三局之后，
我落后两分，然后我把人超两分。嗯，这林高远的第三板。对，所以林高远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发力，对，高飞向。他控制好自己的心率的话，他这个节奏还是很占优势的。这两个人没配合好，啊，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林高远也是在安慰王曼玉，告诉他说没关系，马龙和樊振东退出这个比赛以后啊。林高远和王楚钦就是最大牌的明星，对，但是他们两个在赛场上一出现，嗯，我看这观众的热情都点燃了，嗯哼，啊，这个看台上也是非常的不停的在给林高远、王曼玉加油，嗯，啊，给王楚钦加油的倒不是那么多，可能林高远更酷一点吧，啊，他那个。走动起来，他那个头发的飘逸的那个头发呀、啊，给人的那个感觉非常的优美。这个很吸粉呀、啊。哇！这宋佳这个人气量真的太高了。对。我觉得林高远啊，倒是成了现在场上比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胜负因子啊。他如果不失误，他们就赢；他如果失误，王楚钦和宋永华就赢。他如果失误的时候呢，能不要一连串失误？我的妈，太酷了！他这游戏进攻是没有办法接的，而且他是第一个就赢三了。是，这是在国家主力阵容当中只有这种能力。是的。这么短的球，他就上去一板，直接就扫死。嗯，林高远确实是越来越成熟。他的这种打法，我觉得只是存在理论上成这个成立的，但是现实当中就有这么一个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反手快撕，就这么不讲理。哇！啊，漂亮！终于轮到王楚钦发力了，是的。这个球也是正好打在了王楚钦控制的范围之内，嗯，所以才打出这么一个高级的球。哇！啊，漂亮！这边王曼玉，王楚钦是强硬的回击。嗯，回击呢，王曼玉显得这就有点力不从心了。网上关于他和孙颖莎的捏脸杀。嗯，啊，很有。不过今天能看到捏脸杀吗？好亮的，是吧？咱说句实话哈，王曼玉的这个身材，才真正的是适合，感觉才真正适合打乒乓球的身材。嗯。啊，又高又瘦，后台又好，啊，后台又好，嗯。我们的小魔王呢，就是想好好的甩一甩，但是这球呢打短边了，是吧？进了。以后的国内外的比赛，我们不知道要看到多少次这样的对决。嗯。我相信呢，不仅仅是在今年的亚运会，他们两个人的争冠亚军，在之后肯定还会有很多次他们还没有相遇。哎，是的。啊，相爱相杀，既是队友又是对手。嗯。斗热的时候，他们就是队友，
哇，什么这个角度好大！是啊，林高远在这等着，已经准备发力了，都已经是下下下下下下，这球离得好远呀、啊，是的。孙颖莎很可爱呀、啊。就是你这局林高远一直在发力，一直在发力。对，高啊，林高远，是的。这样一来呢，双方回到了一个同一起跑线。嗯。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对。啊。林高远呢是。哎，他们这双方现在还挺有意思的哈。如果林高远的发挥要是好一点的话呢，他的进攻又快又准，他们就得分。但是现在王楚钦和孙颖莎这边，其实孙颖莎还是很稳的。王楚钦如果能打出几个漂亮的球，他们立刻也得分。对。对他们来说，第五局二比二了。第四局，嗯，二比二了，应该这个。现在已经是二比二了。第五局就是天王山之战，谁能拿下天王山之战，心理上就拥有了极大的优势。嗯。好，时间到。我们听到赛场的林高远和王曼玉的粉丝很多哎，对。王曼玉发球。你看林高远回击，对方拧过来的球，他还是照样发力的反击。嗯，对。他这个打法太先进了。漂亮！高手对决，神仙打架，太好看了，太精彩了！看一下，一把发力啊，嗯，又补一把。这是四个人，一人补了一把，对对，每个人都发力，对。啊，这把拧的太漂亮了。其实就像思思说的，林高远无形当中就成了这次比赛的一个胜负点。对，他的能不能正常发挥，能不能少一点失误，多一点成功率，嗯，就决定了这个整个比赛的走势。对，又来了。什么人呢？是的，这个被聂总打得太帅了。就会让我们觉得每一个回合都是终结的一局。对，他们把那么多不可能的球呢都给接回去。对，而且也像赵副总一直说的，这一左一右确实是最好的配合。嗯，所以他们比较容易跑开。这种火花四溅的比赛啊，是让日韩看了胆寒的一种比赛。对，一个比赛。第五局的比分现在是4-1，已经有3分的差距了。嗯，因为王楚钦打出这种漂亮球的概率比林高远稍微要频率小一点。嗯，但他也是一个制胜关键。嗯哼，这现在主要看林高远这局这个球能不能打得漂亮。对。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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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对方觉得确实是想不到。嗯，这四个小果果小姐姐真的是好厉害。嗯，是的。这王楚钦和孙颖莎现在已经领先了4个球。嗯，但也不能就说他们
锁定了这一局。对，主要你对面站的是小李飞刀，你加上这个连续得分能力太强。对，你要看小李飞刀有没有机会出手。小李飞刀有没有机会？对，他没有连续的出手，他都是一发不可收的。对。你看他在接发球这个环节。嗯。其实这个发球对林高远他们是不利的，因为王曼玉发不上力以后，王楚钦这一板紧接着就会攻上来。对，在之前的比赛就是这样子的，要是孙颖莎发球的时候呀，往往就不是好事了。啊，对方的女士一接，王楚钦就发了一个软的。是，啊，你打好了，王楚钦是全靠无死角的进攻。对对，他俩在这个发球和王楚钦这一板的配合上特别默契。这个环节是他们、嗯。林高远他们最吃亏的一个环节、嗯、对，漂亮，好的，好，王楚钦的是啊，在安慰这个同伴孙颖莎啊，今天没有捏脸，今天是拍了拍背。对，对了，对，林高远是又快又猛的进攻下，孙颖莎能接回去，对，不愧为小魔王，真的。对，王楚钦有那可真不是浪得虚名啊，太便宜了，那是靠自己成绩打出来的国乒小魔王的称号，嗯，啊，不是国乒啊，是国乒，对。王曼玉好像听见了赵夫子的这个讲解一样，这王曼玉赶紧也要表现一下。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啊，这两个女队员还真是可圈可点，她们是特别稳的。对，也就是说，两个男队员成了这个不确定的因素，他们的好坏很影响这个比分，对的。因为正常我们一般都说打手枪是盯着女队员打，看女队员谁失误率低哪边就赢，而今天是要看男队员。运气是一个运气，对，这就是打手枪。但是林高远很拼呀，是吧？他们四个人的配置非常的合理，都是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嗯。对他们来说，只要这一局最后的这一局球不落地，他们都不会放弃。对，嗯，漂亮，比这个架势缩小了五比八。差一点，其实球都丢到孙颖莎了。现在落台，不管是什么样的球都可以得分，但差了一点。速度快了以后呢，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不过，来了，差一点。虽然在擦网的情况下呢，还不受影响，把球动作给拉回去。王楚钦也准备好了，检查发球后的这一档，漂亮！哇，这个发球力太默契了，对，这球打得很合理，我一点都不浪费力，对，我足够得分了。这样就是，这个局点已经到这个孙颖莎和王楚钦的手里了，对，而且是领先了四分，嗯。哇，我一看是王楚钦接王曼玉的发球，我就怀疑这一百分可能直接就提吧。嗯，太爆了！
他跟林高远的反手都是超乎常人，那要好好很多。对，他们两个这个，尤其是在接发球这个环节，全是你。这国家队技术太先进了，就是新生代的球员呢，真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了。对。看看是他们继续延续亚运会的神奇，还是他们能够一报一箭之仇。嗯，对，双方也不是第一次对战了。他们的每次碰撞，以后这样的碰撞会很多。对，国内国外的赛场上都会看到他们的碰撞，因为这两队选手都足够优秀。是的。你看，双方哪一边都不敢放松。我觉得场上的势头在朝着王楚钦他的发展，嗯，更为有利。他就是全锦赛，毕竟就是很正规的这个国家级的比赛，这些裁判也很正规，时间的把握呀，还有包括这使用黄牌警告什么的，非常正规，这是我们其他比赛呢不能没法比的，嗯。先生原来想做一个大角度了，是的，但是这个有点过了。这个开局要开好，上一局开局落后太多了。这两个女队员一人丢一分，是的。王楚钦的发球还是说实在话很难判断他这个旋转。嗯。作为国乒的队友，很多人都吃了发球。摆得够短了，但是也有点高。嗯，其实要短了的话，这球的转肯定就 不那么转了，所以对方还是有机会。嗯，有点急了。其实王曼玉的手丢了两个球了。嗯，暂停了吗？暂停了。哎，是的，得是林高远和王曼玉叫的暂停。嗯。因为这一局再不叫暂停，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对对。如果比分再拉开的话，嗯，就很难打了。是的，上一局就说了，现在丢分呢，可能丢在男队员那边。但是这一局开局，王曼玉这边也开始出现失误，两分的失误。对，如果两个人就都开始失误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把冠军送给了对手。对，这个暂停叫的还蛮及时。嗯。然后孙颖莎和王楚钦虽然领先啊，两个人也是在探讨，对，一直在探讨，嗯，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嗯、对。对，而且我们这个双打比赛啊，运动员只要上了场上，两个人就是形影不离，捡球也好，还是怎样也好，两个人都是在一起的。对，我们不看专业队员这个的时候，也是感觉到很新奇，不像我们业余的打，你捡球去吧，哈，我们整个站着不动。对，因为默契也是一种长期配合来的。对，这个环节呢，双方是均衡的。嗯，就是孙颖莎发球，然后林高远出去，在首先这个球摆得住，你发完它会拧起来。啊，这个环节呢，一人得了一分，都是均衡的。最吃亏的就是你让那个王楚钦主动上手，先上手，这很麻烦。男队员的上手质量太高，王曼玉怎么能顶得住呢？对，这个太难了。对，所以现在这两个男队员也在想着，但是自己在终结比赛，嗯、就不要把压力推送给女队员这边，真的。啊，这个对，对，这个环节还可以。哎，这个环节还可以。林高远这发球，
质量很高。嗯。林高远的发球，王楚钦直接进攻的这种也难度也大，不太好进攻了。进攻对，你不进攻，你要一摆，关键是王曼玉的能力也很强。是，哇，失误了。对，而且球也看得出来特别重啊，他打在拍上，虽然是下网，直接贴着球台就下网。5-3，差距不大。嗯。还有运气球，哈哥。是不是还是在你个人在接发球的？对，万一对方的这个球有点软，嗯，让孙颖莎摆的来了一个大脚，而且还擦边。这个进攻反而不如不进攻。他们两个交了暂停，对，也是想在这一局就终结比赛。是的，现在已经是3-2的局分了。我们看到武志刚裁判的非常的认真，这毕竟是经历过这世乒赛、全锦赛、全运会大赛的一个主裁。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呢，是我们中国银行杯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合双打比赛的决赛。那跟我一起解说比赛的是赵父子赵老师和我们的李老师。两位老师好，啊，思思好，父子好。啊，李老师好，思思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双方第六局的比赛。对。在王楚钦和孙颖莎呢是局分是3-2领先，本局的分数呢又是7-5领先，刚才也是他们叫了这个暂停，所以很想在这局终结比赛。哇，林高远，你们的这个质量确实是高。嗯。他要么就特别转，要么就是又快又转。嗯。这个环节，林高远接发球，不管谁发球，他都不会吃亏。王楚钦要了一个上旋球，他是想等着球回来以后呢，把球还了。啊、对，上旋球，他想的这个轨迹来进行的，但是呢，他反拉，因为太想成功了，反而力过大了。嗯，而且林高远刚才回的这球不长，他虽然是上旋，但是他是个很短的上旋球，所以也不好接，这样是容易出局。这个就很麻烦，反超了。对，哪边控制不了球，被对方上手，哪边就会非常的被动在双打当中。对，而且就是暂停之后，林高远和王曼玉是连得了3分哦。对。这个模式进行下去的话，林高远和王曼玉呢就可以把比赛拖到了决胜局了。是的，但现在还很难说。嗯，是，毕竟对手呢不是一般人，
他连续得了四分。那这个环节就是不太美妙了。对，这个环节就不太美妙了。哎呀，这之前放弃了，真的是。这个环节不太美妙，因为是完全接球，他一旦控制不好，四五杀就可以，四五杀上手，然后。林高远，所以说他回的落点特别难受，你林高远就不好发作了。对。所以要看一下他能不能直接拉起来一把。对，要看王曼玉的接发球的质量。能不能拧起来？摆，漂亮，好了。你打住。我们这两个队员看起来战斗的组合，感觉也是无限的接近。嗯，这在第六局啊，林高远和王曼玉呢率先拿到了几点。四名国家队主力队员多队厮杀呀。对。哦。漂亮！漂亮的球！这林高远也是尽力了，嗯，尽力。但他们还有一个局点的领先。就是今天晚上，不管谁拿到这个冠军，这场比赛呢，我们都这四位队员为我们这个花了三分精彩，优势还是很大。嗯嗯。终于来了。对，是的。他们四个比赛哈、啊，考验我们的心脏。嗯，对。所以说裁判员。说实在话，我谈恋爱的时候都没这么紧张。嗯。太紧张了。特别关键时候，十比九，哇！我现在教练员也是，你谈恋爱你是是呀、啊。你跟你女朋友谈恋爱，那毕竟是很温柔的事情，就是太暴力了，哇，那太残酷了，我很害羞的。嗯，但是那我想对裁判员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啊。对，就是裁判员，因为运动员在场上的时候，他看的没有我们在场外这么清晰。那裁判员，跟教练员的作用就是说，他或者是调整到过来说，我弥补到他们没有看到的地方的盲点。嗯，因为这里边你说你随便失误一个球，就是可能影响了整场整局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比分。谈比赛的时候呢，我给他们画了一张武侠肖像。当时是林高远呢，我觉得他速度比较快，我就说他是小李飞刀。他小李飞刀的搭档的应该是林超一，小李飞刀搭档的应该是林诗一。那么这边呢是神雕大侠杨过、王楚钦。那么跟他搭档呢，应该是小龙女啊，这四个人，今天这场大战已经是3-3，接下来的比赛会更加刺激。到底是古龙小说里的人物厉害，还是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厉害？到今天是就是这种感觉，这种心态很健身的。是的，现在主要就是想看那个，就是林高远和王楚钦，看他们两个谁的发挥会更好一点。对。啊，这个发球轮次没问题，漂亮！你看，一人一个。说实在话，哪个轮次啊？就是孙颖莎发球，王曼玉接发球，对，就是王楚钦一板爆重获的爆影。就是现在的这个，现在这个，对，能不能把这个给破了？摆住！哦。不过失误还是要减少，防守还是稳一点，就是尽量控制，不要让王楚钦发力就。拧起来最好，拧不起来摆住。对，摆对手，千万不能把反手摆。你一开始就是一分一分，第二分，是吧？我们加倍上升。嗯。现在又换了两个人发球。
已经算计到了，你王子精灵起来以后，我怎么来给你一个不客气？太快了，就是。今天的比赛，有人在抢跑，就是捡球的时候踢到球了，哇，这个分压球太漂亮了。胜利的助攻时，对，这是哪个方向啊？那看两手球和林高远，他们两个谁能先上手？他们这个上手的质量都很高。嗯，先上手的。先上手的，那那个防守毕竟是被动的，所以说是上手的还是要准备。就反过来也是先看孙颖莎和王曼玉谁能控制住，不让对方上手。嗯，这个环节是势均力敌。是的。因为是，哎，因为是我们的小林峰高啊，确实是厉害，上手非常的快，上手这么短怎么拧得起来？对，我一把拧死你。嗯。林高远、王曼玉获得了微弱的优势，啊，这个接发球要接好。漂亮啊！真是打的好，成功！我王树清还是要用，要比林高远的招数要多一点。对，嗯、这个环节也还行。哇！已经王曼已经连续两个擦网球了。对，嗯。这个也接球，你看这个是落点很好，这有些都能飞到线上，但是这个球不上岸，就是落点很好，飞线很好，控制的也是质量很高了，正好擦网。但是这已经是女队顶级的选手了，没有再合适的人给林高远去配了，嗯、配对了。嗯。就决胜局交换场地，双方的分数也是非常接近，4-5。王曼玉连丢了两分，其实现在无形当中，王曼玉就成了小李飞刀的发射架，啊，飞射架准备不好，发射不出去。嗯。王曼玉能进球是输在王曼玉手上的。对，这王曼玉要快速调整一下。双方现在算的都很细。7-4还来得及，如果要是王曼玉再能调整一下就好了。对，连丢4分。这个环节就是很难受，王曼玉接发球的这个环节。这个就是终于又出手了。对，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手的机会。嗯。主要是王曼玉找的球踢不过来。嗯。又来一场大力的冲杀，这个时候林高远终结战斗的能力是非常强。5-7，还早着呢，有机会。双方都要延误比赛。裁判又再次催促运动员。漂亮！我是第一，终于赢了。是的。我们又看到林高远这么帅气的表现啊，王曼玉也是功不可没。每个优秀的男人，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女人。这是旁边站着的。小薇，是不是真不错呀？今天的小姐姐真的是力不虚发呀。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王曼玉三个非常漂亮的控制弥补了他自己的那三个失误。这没有三个失误，这个难关就没有问题了。然后是林高远接发球，对，他不可能让王楚钧那么顺利的上手。怎么能够是王曼玉真的是越来越成功。如果说林高远他王曼玉赢了这场球，那么今天最大的功臣、最大的看点、最精彩的就是林高远。对，林高远是得了四分了。我还要告诉两个女主持人，王曼玉更重要。嗯，我想这个王楚钧这个拧的还是相当的有质量呀。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对付他。王楚钧的上手的质量太高。嗯，对。那林高远要注意了，就是说怎么能抑制他这种势头，就不让他轻易的来拧起来，或者拧拧你发短的都不好使。干脆偷袭就算了。偷袭。偷长。偷袭用正手一反冲的，你摸都摸不着。我们这场比赛真的是太刺激了。对，今天比赛啊，是第一次出来的球，但是给的这么贱，确实是不太好了。对，先是这个球的质量没有了，所以短点球就能过的。哇，谁接发球啊？王曼玉接发球。对，王曼玉接发球。他不要紧，因为孙颖莎她的进攻没那么严重，因为他控不了，控不了王楚钧的发球。看一下，或者是摆布，王曼玉如何处理？没有摆布起来。我看到我朋友在那站着鼓掌。比分其实是无限的接近哈，对，十比九，决胜局的从九比九平。如果王楚钧再故伎重演，再偷一个的话，王曼玉更接不着。